啊，原来是酷号机。在那边飞来飞去啊！快来帮我啊！好，我们要处理这个出号机，先让它断电嘛。很难移动啊！我感觉我好像被清空了，我很难移动啊！出号机等一下就过热了，来，出号机要过热，水啊！是哪里啊？这上面、下面那两个地方是不是？哎。没送进去啊，电脑！你说要送哪里来的？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们先找到那充电的地方，应该就是四边的那四个东西吧。有了有了，谢谢啊谢谢啊！好，先处理难处理的。电脑，你真的是一个好家伙呀！啊！完蛋！算了，先放在那里，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它就会爆了。好，先放好，先放好。电死了！好，认真了，不演了。全部闪开！电脑，快送货！
奇怪 ，CD 这么强的吗？好，处理下面的。
等等就会直接输这一局，感觉右上的稍微难处理，把它解决。开西开西。 进去。
太好了，这力量实在太危险。哇，初号机暴走了吗？没电都能动。天了，超级史莱姆之神。史莱姆之神啊，原来在空中我可以自由移动。闪掉，闪掉，全部扭掉。冲啊，史莱姆之神！来啊，打架啊！神被打很痛啊！
史莱姆之神。哦，你不该追上来。 好痛！难道有连我史莱姆之神都扛不住的东西？
失去的记忆全部还给你，大家都回来了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 再来，要等我们降落到地面的。 Thank you.
好，我都要降落了。复仇。格林贝尔，格林贝尔在给我搞鬼啊！救赎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一定要赶快让他们知道。真没想到是这种巧合啊！伊莱拉，你是这个研究要成功最不能缺少的一份子。match99.8%，伊莱拉被关在里面。复仇之旅。哦 ，More Story， 不错，画面跟音乐挺不错的，虽然难度是低了一点，还行。收工了，400多块还可以啦。来听个歌好了。哇，好累啊！剧情没想象那么长哎，第一次看到国产游戏这么长的，一般来说4-5个小时就会结束了。Into the Breach 哦，之后吧。这款制作真的是比较长一点的。